潘玮柏结婚无心祝福，王思聪却在朋友圈爆猛料吃瓜，此事牵扯天王郭富城。昨日下午，潘玮柏官宣恋情，并表示已经正式展开自己的家庭生活。不久后，吴昕在底下评论表示祝福，其他明星也表示祝福，而我们的校长王思聪却在朋友圈爆出猛料吃起了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此前，吴昕和潘玮柏录制综艺被爆出疑似恋情的绯闻，两人还曾甜蜜互动，有不少网友表示希望他们两个能走到一起。但是综艺就是综艺，综艺里的恋情很难在现实中实现，不管怎么说还是祝福潘玮柏吧，也希望吴昕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本来这是一件好事情，值得大家高兴，可是我们的王思聪纪检委却把朋友圈爆出猛料，称 Amy 姐很厉害，身边两名大将，一个嫁给天王郭富城，一个嫁给潘玮柏。还有网友扒出了潘玮柏老婆 Luna 轩云曾参加过王思聪的三亚 party， 与王思聪 Amy 姐一起合照。